在人生的选择当中，你的重心要放在哪里？继续这个主角，他80多岁，他们过去也曾经是一个大老板，事业非常风光，但一直让他挂心的就是从小因为脑膜炎而有智能障碍的女儿。20多年前呢，这个老板60岁的时候，他开始认真想，女儿也30多岁了，那么他需要认真用一个机构来照顾女儿。那么这么想着，他决定成为一个教养院的负责人，对女儿的爱，于是让他愿意去照顾其他状况类似的60个大孩子。简单，我介绍一下好了。我像我的查某囝来讲，才3岁的智能啦吼。啊，我就是家长落去家己开，所以我创办的。80多岁的教养院创办人赖锦静说起话来中气十足，很难想象他农历年时才因为心脏疾病入院休养。以前他是经营过游览车卖场和建设公司的大老板，现在他守护的是60多个永远天真的大孩子。20多年来，支撑赖锦静努力替教养院找出路的力量，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啊，这人因拢在底下咧休困。女儿梅丽小时候罹患脑膜炎，智力发展停滞，现在50多岁了，生活无法自理，还是天天想黏在父亲身边。你落去歇困，坐我的腿凳呢。好啊。OK。OK。梅丽其实是幸福的，父亲为了她开教养院，妹妹回来担任院长，也能就近照顾。不像其他的重度障碍者，绝大部分还是低收入户，是被遗忘的家人。这个给我收钱了，不要给他多，因为他钱都黑白黑白省了。带来2年来底，兄弟姐妹，较有听的，都会来看。2年，老爸老母嘛拢会来看，啊，2年以后哦，都放松啊。赖锦静放不下孩子，他和妻子始终自己照顾梅丽。那时候他事业做很大，投资眼光精准，却在重要的人事管理上出差错。钱出入，一个月到400万，450万的当时工程哦。嘛是互因从安尼出入，免我经过我转伊那都出去啊！你管伊袂赢，因为我叫的人，我那拢小过我一丝仔亲，啊，拢伊感觉伊真大。对人性的失望，让他时常思考：难道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不能单纯一点，快乐多一些吗？过去嘛真受气啊，袂袂调好啦。啊，就是去庙里斗下手势啊，都啊，逐日都啊，阵啊哦，真正安尼受气啊，真正气功啊，这人使。心灰意冷下，他陆续放掉所有事业，靠积蓄过生活，玩期货，没钱就卖不动产，直到60岁那一年。来呀，来呀。到60岁啊，吼，还是哎，我美丽哦，哇，这个嘛算真烦的代志。啊，问我呢，会听啊呢哦，我甲阮老那无用，这美丽你先看过，伊不爱用我，嘛拢不爱用我呢啦，啊，我再去我发觉讲啊，哎呀！那时候梅丽才30多岁，一直以来被保护着，很多事情都有爸妈代劳，不像现在能在老师指导下自己折好被子。啊，过来嘞，过来嘞，过自己啊，来，过自己啊，来，家己的哦。啊，我这边来。哎，我已经60岁啊，我绝对无多。我比较久啊，也是当初爱喜欢的，我
啊无甲送去过，会将阮咧变作直直花起安尼，直直戆起安尼尔啦。因为我嘛有无时间通啊来疼伊个家。第一我无时间，第二伊老爸讲，但是也嘛无爱听。好，嗯。更好呀，更好。和很多障碍者家长一样，心中潜藏的恐惧是怕哪一天这孩子成了兄弟姐妹的负担，最终孤苦无依。美丽很单纯，不懂父母的忧虑，只是期待着每天能和家人一起吃顿饭。要把从没离开过身边的孩子送到哪呢？赖锦静伤透脑筋。那时南投没有环境好的地方，他找到外县市去，才发现优质机构根本没床位，候补遥遥无期，才真正了解原来社会上有这么多需要帮助的孩子和家庭。如果有一个孩子太讨厌怕他，现在自己开了教养院，来求助的人也不少。小朋友不介意啊，那你哪会知？你讲生到你不介意，生到你我不介意，那我多。他常感慨自己能力不够，租用的空间有限，不筹钱盖院区就无法让更多人入住。当年梅丽也是进不了中立的机构，才转往苗栗的。他不喜欢那里，喜恶是敏感直接的。哎呀，满意呀。你爱回来吃哦？对啊。啊，这吃的温汤。没有啊。开门嘛，跟真大个安尼关落，啊，怎么开了嘛，跟大大个砰一下安尼哦，迄间的这个做教养院哦，副教嘛讲，哦，未使，恁这个查某囝哦，阮这厝边隔壁拢抗议，拜五爱去载人，拜一爱载人去，这哦，我受不了。啊，过险啊！车祸，我才惊到。啊，这不是办法。做父亲的只好找上政府单位求助，答案一样无解。心力交瘁的他决定自己的女儿自己顾，不再乱投资，而是要把钱拿来开教养院。即使有一天自己不在了，只要机构还在，就会有人代替他照顾女儿。哎呀，我多欠债。我讲有啊，我多哦，迄个我多就我多啊。实在请出来，我再调看，准啊调看，伊讲有啊。啊，这屋里头我多啊。不管其他人的质疑，他把住家整修了一番，还按规定请了保育员。你看钱了，你多加钱无要紧啊。哎，问我讲你要哪做，我嘛唔知，嘛唔知要哪做啊。啊，我讲啊，你做多吃钱就好啦。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因为开始有重度障碍的孩子住进来了。他和支持他的妻子慢慢询问摸索，几个月后才逐渐上轨道。不料一场天灾让一切打回原形。开门。九二一大地震，教养院倒了，夫妻俩和院生窝在农舍等待重建。那段时间还刚好碰上评鉴，环境条件让他们差点过不了关。后来好不容易找到现在这个院区，又因为租金贵，压力更大。但还好，他总是能想出办法。过来这也使看，这好看。我讲，未使立牌嘞。换上整齐制服，戴上名牌。他训练孩子生活自主之外，还要带他们主动和社会接触，每周帮忙扫街。别走，他那个车子小心，不要给人家刮伤哦。哎，日本人来就是讲咱玻璃哦，路边四个足那煞贵的，啊，人交税真济，所以我去甲那个电工所总务讲讲啊，我一礼拜甲你穿一摆啦，哦，啊，会使。限定单位安尼固定啦，来，叫，OK。慢慢的，教养院获得邻里间更多的支持和关怀，甚至愿意给大孩子们工作机会。我感觉真欢喜，我跟你讲，我这囡仔，嘛有迄中二三十万的了，因为阮个家家也要去共洗碗。
啊，一个月赚两万块。来，你看到孩子成长，二十多年来的辛苦都值得。他坦言，过程中好多次想放弃，总在想起女儿时打消念头。啊，真的改变很多。要买草莓，还是要买奇怪？我若卖做这哦，有一天，伊嘛唔知要安怎过。反正我啦，早班扣咧，啊，穿那一件皮啊，啊，寒天嘛都要救，我伊嘛爱。反正会变安尼的人，所以我做安尼累了后，较烦是较烦，但是心我的心那真难过。那种讲啊，我子孙遐大阵，那种真安慰。既然是孩子，就没有放手的理由。虽然这无讲真侪钱好赚，无，这无啦。但是有时啊来个食，食囡仔拄着了阿公，手长长落到阿手，因为咱有爱心，阿家在做生意无同，咱的爱心哦，咱在困嘛真好困，因为咱是对人好，唔是害呀。把对女儿的爱分享给更多人。六十多个大孩子也像是家人，是责任，是生命中重要的陪伴。所以当我们问阿公何时要退休，他笑弯了眼说，做到不能做再说吧。用照顾自己女儿的心也来照顾其他的孩子。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带您看的是这个人在遇到漂流木之后重新振作起来。我觉得他就像 我身上的一块肉， 这些漂流木啊，他们的渴望，他们的心情，哎，我好像很懂得他们。这像不像？像一个很有率性的脚，酷啊！